好，我们上次最后上课呢讲到这个 sensitivity 跟 compressibility， 就是所谓的膨胀系数以及压缩系数哈。那我很快速的这个复习一下哈。那在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假设我们物质哈，因为物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热力学空间哈，或者这个热力学变数下，它有三个变数，是 P、T、V 啊这三个变数。那假设我们今天要考虑一个物质的膨胀或压缩，当然你知道它所参照的物理参数当然就是体积了，因为膨胀跟压缩最重要就是讲体积哈。所以呢，我们说体积呢，它可能是温度啊 T 啊或是压力的这个参数。那如果我们选定了体积是你的变数的话，那你的控制变就是 T 的 P 了哈。所以三个变数你可能包在这两个独立的这个变数啊。那你总上次就提到了哈，这个体积的变化 V 啊。它就可以写成什么呢？体积随温度的变化，对，在定压的情况下，体积随温度的变化啊，所以说 partial v partial t 哈，那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数学式，你把它看成什么？这就是 delta v 的体积的变化率跟 delta t 的温度的变化哈，所以体积的变化除以温度的变化啊，在定压的情况下啊，乘上 dt 啊，这是变化率嘛，对不对？变化率乘上温度的变化量啊，就会得到我的真正的变化率的哈。再加上什么呢？等温情况下的体积随着压力的变化 ，P 啊，就可以写下这个两项。好，那我们上次定义了哈，是贝塔啊，贝塔就是 coefficient of valence expansion， 就是我的体膨胀系数啊。那简单讲就是，你把这个看起来是体积的变化率啊，就是变化率啊，体积随着什么变化率啊？在定压下水温度的变化率就是贝塔啊。那同样的，等温压缩系数 isothermal compressibility 啊，就是在等温的情况下，这个体积的变化率啊，随着你的压力所做的变化叫 kappa 啊。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算了哈，上个月就算了。所以理想气体呢哈，我们把 V 写成 RT 除以 P 这种形式哈，就是 PV 哈，是比容哈，注意是比容哈，不是纯体积哦哈，比容。写成 RT 除以 P 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等压膨胀系数呢，贝塔啊，在理想气啊，对理想气来说 T 分之一啊，对于理想气来说，我的 kappa 啊，我的等温压缩系数的 T 分之一啊，那这个是对理想气体，那这是我们上次哈、啊、上课说到的内容哈、啊。那关于气体的这一个部分以及 kappa 和贝塔定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哈，这是很快速的复习上一次的哈。那你气体可以处理，那不要讲热力学不是永远在讲 PV 每个大体哈，还有液体跟固体哈，所谓的流体的部分哈，不对，流体是气体跟液体的哈，就是包括另外两个项哈，液体跟固体的话，那它们的 kappa 跟 beta 啊，就是这个等温压缩系数啊，跟等压膨热膨胀系数又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所以对于 liquid 液体啊，还有固体，它们的一个近似的哈、啊、方程式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为什么叫近似？等一下你就看到啊。好，我们说啊哈、啊，假设在一个很宽的温度跟压力的范围之内啊，那你液体或者固体的贝塔跟卡巴是大概接近于一个常数啊，这其实想象得到了啊。你可以想想看啊，弹簧大家很熟悉嘛，对不对？弹簧呢遵守了什么？虎克定律嘛。虎克定律基本上在某个区域范围内是线性的，对不对？啊，那弹簧的伸长跟压缩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东西，基本上它就是类似一种固体的压缩啦，啊。好，所以基本上在很大的温度跟压力范围内，基本上它是个常数，跟液体的固体啊，跟上面那个不一样。你看上面那个，啊，先回到上面那个，你看到温度一变，我贝塔就变了，对不对？所以越高温。越难压，为什么？它可以压缩的比例就越低嘛。比如说你在绝对温度2 K 的时候，对不对？压缩率是二分之一，很好压。出这个，对，体积变化率变得很大啊、哦。假设可以到2 K 了，当然一般气体2 K 早就冰结了。我说77 K 好了，跟300 K 你想让它变化体积就很难喽，对不对？一个是77分之一，假如一氮氮77分之一啊，一氮氮这样气体跟这个300 K 体积的变化，300分之一跟77分之一当然差很多啦、哦、
那这也是一样，压力越大，压很多了，要再压就更困难了。哦，所以理想气体呢，它跟温度跟压力呢，会成什么反比的关系？哈，两个反比的关系。可是固体跟液体呢？固体跟液体呢，大部分情况下基本上都几乎是一个常数，哦，都几乎常数。所以贝塔跟卡帕，我们大家等一下会把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视为是常数啊。好，所以我们就要去得出这个近似的这个方程式了啊。好，首先啊，一样我们再写出来，贝塔啊等压的热膨胀系数啊，贝塔啊 ，v 分之一帕求 v 帕求 t 啊。好，那等温的压缩系数卡帕等于负的 v 分之一帕求 v 帕求 t 在等温的情况下啊，这两个啊，记住哦哈，自己要记下来哈。那其实你只要知道它的定义就可以了，对不对？啊，知道它是什么，体积的分率随着温度定压下随着温度的变化啊，就是贝塔啊。体积的分率，帕求 v 到 v 分之一这一块啊，体积的分率在等温情况下随着压力的变化就在卡帕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了哈。所以同样的，对液体还有固体来说。我的 dV 要怎么写？写法一模一样嘛，对不对？我们的 dV 一样是，因为它 v 是 t 跟 p 的函数，所以我的体积是温度跟压力的函数，所以我的 dV 一样可以写成 partial v partial t， 在等压力的情况下，然后呢，你今天温度变化范围有多大，乘上这个比率，就是你因为温度变化所造成的变化，再加上一个部分，什么部分呢？我的体积在等温的情况下，随着压力的变化，对不对？那压力变化多少呢？就是 dP 啊。所以呢，这整个就是我们体积变化的方程式，跟前面的气体开始表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因为物体固态方程式就一定长这个样子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再来处理了你看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像？对，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容 v 拿到前面去，所以 v 贝塔会变成什么？ partial v partial t 在 constant v 的情况下，对不对？所以把 v 提过去，因此呢，我们这一项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什么？变成贝塔 v 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你看我把负的 v 移到前面去，变成负 v 卡帕。它就变成 partial v partial t constant t， 对不对？所以后面这一项就可以换成负的 kappa v 所以我就写成贝塔 v 比 t 减掉 kappa v 比 p。来，到这有没有问题？没有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啦好啦，所以 dV 等于这样子之后，这个式子看起来舒服多了没有微分，对不对？只要不是微积分什么都好，对吧？有没有还在重修微积分的？有没有？好，没关系我觉得很重要，多修几次反正不用钱嘛，对不对？或者说缴一次，修个三四次才会划算，对不对？大家喜欢吃到饱嘛，没有人说这个有生蚝龙虾吃一个就结束了嘛，对不对？一直多吃几次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假设啦，假设实际上也大概是这个样子啦假设我们在这个特定的温度跟压力下，它的这个体积它的变化率不是很大你可以想想看嘛，因为温度从这个2730°C到比如说这个330330太高了，对不对我们室温300K 是27°C 嘛，对不对？那比如说340K 好了，跟300K 体积变化率就要差多少？温度差多少？温度差大概十分之一嘛，对，300跟330好了，差十分之一嘛，对不对？这个体积就膨胀十分之一，哇，这个不是很恐怖吗？对不对？天气冷的时候桌子变得很小，对不对？天气热的时候桌子变超大，还是身上穿的衣服夏天是SL 号，对不对？冬天就变 S 号，对不对？不会吧？固体没有变化这么夸张嘛，对不对？至少在我们生活经验中没有变化这么夸张的东西嘛，好吧？
所以呢，这个喝一杯水，对不对？冬天装满，然后夏天就满出来了，应该没有吧？哈、哦，好、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特定的温度跟压力范围哦，压力就是台风来临期啊，这种东西就全部都长大了，对不对？哦、高气压天气好的时候全部都变得很小啊、哦，没有了哈、哦，所以体积的变化率在特定的温度跟压力下不会变太多了哈、哦，所以我们就假设哈、哦、，V 啊、哦、大概不会变，就跟你一开始体积变化没有差太多啊。哦那我们称这个叫一阶近似啦，哈 ，versus 和 approximation 啊，就一阶近似啦，哈。好，然后呢，被他们看来把它都是个常数，哈，并没有水温度压力变化很多的话，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近似的固态方程式长什么样子呢？看一下，哈。所以底 V 啊，就可以写成，把它写成贝塔 V 啊，就是比容，对不对？我们要把它写成 V，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转机啊，减掉卡卡 V 底 P 啊。好，那这个式子呢？啊、哦，我们把它积分一下，好，把它积分一下哈、哦，积分一下就可以得到我的底 v 的积分哈、哦，由 v 零到 v 的话，就等于贝塔 v 零 t 减掉卡卡 v p 啊、哦。好，所以这个最后得出来是什么？这个得出来是 v 嘛，对不对？好，我们整理一下哈、哦，所以可以写成 v 等于 v 零 e 加贝塔 t 减 p 零减掉卡卡 t 减 p 零啊，知道吧？做个整理哦，啊、哦，整理哦。所以前面这一项可以写成。v 减 v 零嘛，对不对？啊、哦，后面这边呢是贝塔 v 零 t 减 t 零啊，减掉卡卡 v 零 t 减 t 零啊。那把这边前面那个 v 零移过来，就可以写 v 零全部提出去，一加贝塔，你们以前背是德尔塔 t 嘛，对不对？啊、哦，你们以前背德尔塔 t 这里写 t 减 t 零啊。然后多一项以前没学过的啊，哎、哦，以前学过这张图的公式吗？有没有？有吗？啊、哦。交一点点，或是现膨胀 L 等于 L 一加 R 八 T 啊？啊？啊对，等三 L 对啊，那个现膨胀大于等于八个 module 嘛，对不对？体膨胀系数三倍的那个现膨胀系数，对不对？OK 好，服务学的嘛，对不对？还是高中学的？高中教啊 ，OK OK， 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 V 等于 1加贝塔德尔塔 T 啊，就是这里面写应该写德尔塔 T 吧，还是写 T 减 T 零？啊、都可以嘛，没差，就是温度差嘛，对不对？就是温度差，这个是没有学嘛，卡帕没有学完。假设有外加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嘛哈、哦。所以它的负号因为什么？越压越小嘛，压力越大当然是越小啊、哦，所以是负的卡帕 1.10 啊。好，再有没有问题？好，没有，可以了哈、哦。好。那学生公式怎么用呢？等一下来看就很有趣了哈、哦。下面这个算力就很有趣了哈、哦。为什么有趣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 ，OK 啊，那就忘了讲了。所以这个看到水温度的变化，我的体积膨胀是线性的哈、哦。所以压力增加，我的体积缩小也是个线性的哈、哦。这个，因为这是个线性方程式，很简单了、啊、哈、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范例哈、哦。好，这个范例呢哈、哦，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哦，非常非常的实用。他告诉你说哈、哦，压力这个东西呀、啊、哈、哦，跟温度啊，第一个其实是可以换算的啊、哦。假设未来你要做一些这些相变的物理学的时候哈、哦，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哦、哈、哦。好，先讲一下啊，题目在问什么呢哈、哦？他说啊哈，借个铜块哈，我从127度C 把它加热到137度C， 那理所当然铜块就膨胀，对不对啊、哦？好，我今天就是不要它膨胀。哦、我不要它膨胀、哦、那不要膨胀怎么办？一定要把它加压嘛，对不对？压着它不要让它膨胀嘛，哈、哦，他就要问说，好吧，那你要给它多少压力才能让它升温的时候体积不要膨胀？啊、哦，那他告诉你说，我的贝塔是5.2×10^-1 哈、哦，大概是 K 的负一哈，卡帕呢是7.6×10^-2哈、哦，那个帕斯卡的负一哈。好，我们先来算，我大概再讲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出来哈？好，所以首先呢哈，我们就遵循这个固态方程式写出来嘛，对不对 ？v 等于 1加上贝塔德尔塔 t 减掉卡帕德尔塔 p。好啦，所以体积变化代表什么意思 ？v 等于 v 零嘛，对不对啊、哦？那如果 v 等于 v 零的话，那我第一项就消掉了，对吧？啊、哦，所以 v 等于 v 零，那我第一项就消掉，就像后面这一堆项啊。哦那这一项我们再把它简化了哈、哦，跟得上我的速度吗？可以啦。
所以我就把 P 减 P 减 delta P 哈 ，P 减 P 又减 delta P 啊，那这整个式子呢要等于零啊，因为体积这个相减之后呢就会要等于零嘛，对不对啊？好啦，那我就做一点移项啊哈，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啊，这边就变成等号了，对不对？就变成等号了。所以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我目标是想要知道这个 delta P 是多少，对不对？啊，所以就把卡卡除过去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delta P。等于贝塔除上卡卡乘上贝塔 T 啊，那我把它带进去啊，贝塔 T 它温度差是多少？温度差是十度 C 啊，十度 C 啊，带进去就可以得到6.8乘上10^7帕啊。那不要忘记哦，一个大气压大概是1.013乘上15^4帕啊，所以最后得到答案就680大气压啊。来，到目前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听得懂吗？这个好像同学们有一脸茫然，是不是？可以吗？
你不要让体膨胀需要680个大气压。反过来讲话，哎，不用个东西把铜块固定住。对，铜块只给铜块加力，是加温的话，那铜块压出去的力量会是六百。对对对，相当于680个大气压。所以你知道吗？要把一个东西撬开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忘记什么引擎，不是把一个铜片插进去吗？对不对？加热它都就被你撬开来。对，就这样子啊。680大气压，680大气压你怎么挡得住啊？对不对？大气压啊，这是大气压，还不是怕，也是当然是大气压了，对不对？所以把东西撬开最好方法就把东西插进去，然后点火，加热，就撬开了。啊，这样有问题。所以是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生活科技啦，啊，很简单，很重要的。所以呢，要开那个金库啊，有没有？啊、你不要手去硬撬，你手怎么撬，怎么可能撬出680大气压，对不对？你看很多就是那个硬要把它撬开，就把它插进那个转的那个缝里，哈、啊，对不对？好、啊、吧，所以它不会做那个缝帮你插嘛。哦、啊，假设有的话，插进去加热，那个就松开了，啊。啊？用吸缝就可以搞定一切，对不对？啊、哦，没错，啊，非常好，啊、哦，好，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哦？哎，有没有醒来一点？没有醒来的话，这一小部分开始就是一些数学了呢。啊、哦，大家最害怕的数学就要出现了哦，啊、哦。基本上这边的数学呢，哈，一小部分复习前面的东西啦，哈。可是呢，很不幸的哈，你很难跳过这边。为什么？因为这一张的作业本要画你的工具，后面你有两三张要画这个工具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教？本来是附录而已啦，哈，那也是附录的意思哈。啊，为什么要教？因为不教的话，你们习不会写，后面的章节没办法教哈，所以变成一定要教了哈。那就在 review 趴前，所以你在看一些偏微分哈。稍微回顾一下，对，回顾。好，虽然这个整个偏微分呢，哈，它有一些关系式，我们会用到的，哈，后面会用到很多啊，那就要考验大家的这个思考技巧喽，啊。好，第一个关系叫 reciprocal relation， 除了导义关系式，哈，那什么叫导义关系式呢？啊，我们来看啊，哈，假设我们今天有个函数，哈 ，f of x y z。就我们前面说的嘛，热力学变数里头有什么 P 有 V 有 T 嘛，对不对？哦、那现在当然它现在是要通用嘛，哦、所以不先讲是 P V T 啦、哦、好，那当然假设我们把某个变数固定化，另外两个是独立变数嘛，对不对？就跟我们前面 V 等于V of T P 嘛，对不对？哦、一模一样的、哦、好，所以就来做一件事情啊、哦、第一个，所以我们可以写 X 是 Y 跟 Z 的函数。对不对 ？x 等于 x of y z， 这跟我们前面做一模一样嘛，哈、哦。同样的 y 呢，一样可以写 y of x z， 啊、哦。到这一步有没有问题？应该没有嘛，只是定义的问题嘛，对不对？就跟 p 等于 nt 嘛，如果忘记的话，哦、再讲一下啊、哦，还是要预设啊、哦，大家忘记了哈。哦我们说 P V 等于 N R T 啊、哦，不要 N 啊、哦，我们先啊，小 V 啊、哦、，V 喽等于 R T， 对不对？所以 P 小 V 减 R T 等于零啊、哦，所以我们三个变数 P V T 啊、哦，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F of P V T 等于零的一个函数，好、哦，这样可以吧？好、哦，那我们就可以对在一起了哈、哦。好，所以当然了哈、哦，这么写我当然可以写的 P 等于什么 ？P 等于 V 分之 RT 嘛，对不对？也就等于 P of， 哎 ，VT 对啊 ，P of VT 啊、哦，好、哦，跟这一样的意思了哈，可以做对应啊、哦。好，那再来就是把偏微分放进去啦啊、哦，很简单啊、哦，这个前面已经弄过很多次，所以应该很熟了，对不对啊、哦？所以 dx。啊、哦，这 x 的变化率，x 的变化量，哦，讲错了 ，x 的变化量就是 dx 嘛，对不对 ？x 的变化量等于 x 因为，x 在 z 是常数的情况下，因为 y 的变化量，啊、哦，所造成的总变化的量子，就是 partial x partial y
Y， 就是因为 Y 的变化量造成 S 变化啊。再加上另外一项哦，啊 ，partial X 啊 ，X 在 Y 是常数情况下受到 Z 的变化所产生的变化量，对不对？这我们前面用过很多次了啊，这可以吗？可以啊，哈，可以哈。好，所以 y 也是一样哦，所以 dy 可以写 partial y partial x dx 啊，在 constant z 的情况下，加上 partial y partial z constant x 在以 z 的情况下啊。好，那写这两个是干什么用呢？我们看这一块，这有 dy 对不对？这有 dy 啊，你把这个 dy 的后面这个东西塞到这里头去啊，把这整个塞进去，就变成什么呢？啊、哦，把二放到一里头去，变成什么呢？变成 dx 乘以 partial x partial y constant z， 再乘以什么呢？这两项，对不对？乘以 partial y partial x constant z dx， 加上 partial x partial y constant z partial y partial z constant x z， 啊、哦，所以就整个就写起来了哈、哦，就可以写成这样一整大项啊、哦。所以这一项乘上这一项，就是前面这一块。整理一下哈、哦，这一项乘以它是 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y 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x， 好、哦，然后 dx， 对不对？啊、哦，后面这一项跟这应该都有抵制和抵制嘛，对不对？所以 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y partial z 抵制这一项跟它整个在一起，变 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y partial z 加上 partial x partial z， 就是后面这一项，这样有问题？可以吗？再说一次。可以吗？再说一次。再说一次啊！好，我们先不要管这么大框，先管这个乘上这个，因为 dy 是后面这 dy 是后面这一大块，对不对？上面就只有一个 dy， 这底底不管它嘛，就只有一个 dy， 所以是这整的是叫做 dy 的话，那是不是把它乘上这整个，就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哈。好，所以这个乘起来会乘出两项嘛，对不对？一个是前面这一项，一个是后面这一项，这样可以吗？所以前面这一项乘起来就剩下什么？你看我画的哦，是不是 partial x partial y 乘上 partial y partial x dx， 对不对？那后面这一项呢？ 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y partial z dz， 对不对？那原本后面还有嘛？它还没有乘任何东西，是 partial x partial z dz 嘛，对不对？那这里要抵制这个比例，我们就一起抵出去喽。啊、哦，所以第一个，刚刚前面的第一项就是这个，后面的第二项是把比例抵出去的，所以有一个两个乘在一起的项就是这个，再加上这一个 partial x partial z， 这样可以吗？可以哈，都懂了。